子当中，你是有福的，你的胎儿也是有福的。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全部早安。我们今天纪念玫瑰圣母。如果我们要算的话，在一年当中，我们今年纪念圣母的日子大概有多少？很多。那这很多就是告诉我们，母亲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是依赖我们的母亲。这个的教会也是一样，圣母，我们的母亲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在一年当中我们会纪念她，就是告诉我们母亲时时陪伴着我们。那在今天我们所纪念的玫瑰圣母，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多念玫瑰经，为了救人灵。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贵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恳求你将你的恩宠倾注在我们的心灵上，你借天使的传报使我们得知你圣子降生的奥迹，求你借童真玛利亚的转求使我们赖你圣子的苦难和十字架也能获得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恭读中途大事录。耶稣升天以后，宗徒们从橄榄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一安息日的路程。他们进了城，上了他们所居住的那座楼房，在那里有伯多、若望、雅各、安德、腓里、多莫、路茂、马窦、阿尔斐的儿子雅各、热忱者西满和雅各的兄弟犹达。这些人和几位妇女以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祈祷。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全能者给我做了启示，他的名号何其神圣。全能者给我做了启示，他的名号何其神圣。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全能者给我做了启示，他的名号何其神圣。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全能者给我做了启示，
他的名号何其神圣。谁能者给我做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们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谁能者给我做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谁能者给我做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永久眷顾亚伯郎和他的家族。谁能者给我做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阿门，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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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路亚。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应受赞颂。阿门，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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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主啊。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天使加伯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拿撒勒的镇上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他已经跟大卫家族中的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万福，充满恩宠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颂。他听了这话，十分惊惶不安，反复思索这样的问候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大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期。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还没有出嫁。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佑你，因此那要当圣的圣子将成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丽莎出城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圣言。听说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平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跟圣母应该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圣母的关系，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经验。我也分享我自己跟圣母的经验，其实我也可以分享别人，但是我也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的。我当然我要分享的都是我的经验，啊，很抱歉，大家很抱歉，要听我的经验。好，那我在应该是在国中，在国中，我从另外一个学校搬到这个国中，那这个国中是我那时候是三年级，但是到这个国中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国中的前一年毕业生他们毕业的只有40%，他们能够毕业的，他们考试就40%是通过的，那其他的都没有考上。有人到了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快要垮下来了。为什么这个学校的那个品质是这么不好？但是我到了这个学校，就是跟一般的在那边上课，但是上课的时候我就还是在想说我们要考试，那考试政府也给我们一个决定，说我们那一年，我们是第三年级，那一年如果我们考试没有达到60%，这个学校就会被关掉，所以我们责任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就开始，我每天就说好不好，要考我们自己，我们要努力的读书，但是我们也应该靠这样的我们之外的力量。我就每天有一个人就去到圣母的一个圣母厅，在那边祈祷，距离大概800那个公尺左右。从我们的学校，那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去。后来有其他的同学就问：“你从哪里来呀？你每天的大概这个时候都洗完澡了，很整洁的，你从那边走？”我说：“我去那边去祈祷，在圣母厅那边祈祷。”两个、三个以后呢，我们全班就是变成每天我们固定的时间就到这个圣母厅去祈祷。那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也求什么？求我们这个的使命，这一年的使命，我们可以考试的时候可以越过政府所给我们的这个的最低限的规定60%。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奇迹般的，我们不只是超过60%，我们差一点点就。还没有到90%，那这个就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也告诉我们在做事，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我们需要天主给我们的恩宠，而天主的恩宠是透过圣母带给我们的。我们说圣母是好像是一个如果是水管，水从那边可以走过来，就是透过这水管。天主的恩宠也是透过圣母来到我们生活中。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纪念玫瑰圣母，我们纪念玫瑰圣母。那在今天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也是天主的恩宠，最大的恩宠就是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人间，透过圣母玛利亚，天主圣子来到世界上来。那这个圣母她扮演的是多大的一个角色。那我们说这个圣母，我们纪念圣母，让我们想一想圣母是怎么样的陪伴这个教会。从耶稣离开的时候，在今天的读经义我们所听到的，耶稣离开了门徒们，但是圣母继续在宗徒们中间陪伴着门徒们，在等待圣神的降临。那教会形成之后，圣母是怎么样？她也继续
继续陪伴这个教会。那他陪伴的教会，他陪伴这个教会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说呢？从他先献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在1854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教宗颁布了一个信条，就说圣母是使胎无染原罪的。圣母是使胎无染原罪，那这个的道理有很多很多人就在那边就怀疑，是真的吗？那教宗是怎么会是这样的定这个的信条呢？过了4年，1858，在路德，圣母就显现。那我们说圣母显现呢，我们在台湾也有了。我们说在那个，对，那个吴凤岐那里，但是那时候是圣母显现是给一个外教人。那圣母显现呢，他也没有说什么话，他只是带领他这个人要脱离危险。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圣母不只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母亲，耶稣基督也是来为了所有的人，圣母也是一样的，他会带领所有的需要他帮忙的。好，我们回到1858年，圣母显现给伯尔纳德。那圣母显现给伯尔纳德，伯尔纳德去告诉本堂神父，但是本堂神父还是怀疑，是真的吗？是真的？好，告诉我他是谁。那伯尔纳德就回到那个圣母显现的，在等待下一次的显现，他就问圣母：“你叫什么名字？请告诉我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圣母就跟他讲：“我是施胎污染原罪者。”伯尔纳德他怎么做？一路上他就背着这个施胎污染原罪者，施胎污染原罪者，施胎污染原罪者，就回来到圣母的那个神父的那个住所。以后呢，在那边一打开门，施胎污染原罪者，神父就问：“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是他的名字。”他告诉我是他是施胎污染原罪者。以后，神父就觉得是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是一个小女孩知道在4年前教宗所颁布的这个的信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在各地还不知道这个的消息，因为那时候不是像现在那个讯息这么的发达，所以这个的那个信条，这个的教理还没有传到各地，这小女孩就知道了施胎污染原罪就是圣母的名字。所以当神父他听到这个，他本来是怀疑，现在呢就确定，所以这个应该是真的。那我们大概过了多少年，在1917年世界大战第三年之后，在法蒂玛，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去看了那个法蒂玛的奇迹，在这里，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圣母显现给这些小那个牧童们，但是呢，他们去告诉大人，告诉他们的父母亲，告诉本堂神父、主教，他们通通拒绝，他们说你们是说谎的，你们说谎的，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好，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所以在很多很多人圣母显现的时候，很多人在等待的时候，圣母就告诉这些牧童们：“我是玫瑰之后，我是玫瑰之后。”所以这些牧童们他们就马上告诉在那个众人，就说他的名字叫做玫瑰之后，所以他们就开始，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接受，开始相信。那从那个法蒂玛的显现，我们就知道圣母就告诉这些，透过这些牧童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多念玫瑰经。那我们念玫瑰经是为了什么？
很多很多是需要我们祈祷，以玫瑰金祈祷。那时候的战争，透过这样的祈祷，战争就不久结束了。圣母也要求我们要念玫瑰金，为了什么？为了参与天主救人的灵魂 的工程。我们念玫瑰金也是为了救人灵，所以我们每天尽量的应该参与天主救人，一起或是个人念玫瑰经。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你赐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们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安抚玛利亚，圣中者，主